哪老包一惊一乍的？这是个千万不能再提了。高海拔，你这是玩忽职守，贻误战机，你被队长知道是要被处分的。弄啥整啊？反正我啥子都不知道。我也没听到什么。哎，你不要想了嘛，是包子。哎，走到我那儿去。 我给你们看样好东西。啊，走。走。你们可记得要保密啊！怎么样？这战斗指令准确吗？必须的，都是精密计算出来的。啊，等过两天我拿到你这次潜伏的数据，你的战斗值会大大提升。 战斗指令也会更加犀利。天才！哎，眼镜，眼镜，你也看看我的。没你的数据啊！咋个会没我的呢？那我心没来的呢？我这都是特战人员的，就这四个还是老袁精挑细选出来的呢。保密啊！哎，我晓得喽。 有三个事儿啊：一，通知各单位，休整随时待命；第二，联系公安方面；第三，准备材料给高县请供。是。去吧。把方几何给我叫来。是。眼镜，眼镜。眼镜。队长找你。 干嘛呀？快去吧。那我去了。高海拔，你可要请吃饭呢。为啥？哎呦，你说嘛，小扳手，我又不是外人。你小子还火了？火啥？队长给你请功了，二等功。二等功是可以保送军校的。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先走了。 记得请客。哎，老婆，我没听错吧？没错。哎，陈队，瘦脚的皮子马上派人送过去啊。另外跑了一个，独臂也没出现。嗯，这样那边一有什么动静，马上通知我们，好吧？好。行，好。 进来，高海拔，高兴来。什么事儿？我不要二等功。高兴，部队的评功评奖那都是有严格的标准，这个二等功不是说你想要就要，你不想要就不要的。队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 我犯了错误，愧对这个荣誉。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当时听他们唱歌走神了，没有发现陌上哨所的敌人，所以我没有资格接受这个二等功。你能意识到这个问题，说明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狙击手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心里有数。 队长，啊不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我申请加入战斗班，因为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我是一名合格的特战队员。不行，太生硬了，要动情。
队长，成为一名特战队员是我儿时的梦想。啊，我一想到手握钢枪为国而战，我就疯了。疯了太夸张了，对，心跳澎湃，热血沸腾。这怎么回事？是，犯病了。就心潮澎湃，热血沸腾。老大师，队长，队长，什么事让你心潮澎湃、热血沸腾了？我申请加入战斗班，给我个理由。我说呀，老婆，我，队长，我认为战斗班更适合我。我以总成绩第二名完成了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。啊，第二，我已经完成了特种作战的理论学习。哦，报告队长，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。你在炊事班干的挺好。队长，报告队长，我在炊事班工作期间，我的业务得到了很大的提高，而且战友们对我都一致好评。对，汤越来越好喝了，包子最好吃。你们三班今天怎么回事？报告，我们希望能重新战斗在一起，在队长的领导下团结一致，抓独臂。对，为光头报仇。三班听口令，报道室到，待会。是，向右转。安心在医院养病吧，我就先回观察哨。老莫一个人在我不放心，我已经托付过江医生了，有什么需要你直接找他。啊，袁姐，这是他的邮箱，给，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找他，出于礼貌他也会回你的。你很了解你爸爸。你上次去上海他还好吗？有些憔悴，估计太忙了吧。他来跟我说起，他很关心我。挺好的，袁姐，我先走了，老莫一个人在上学。那我就不留你了，路上小心点。杨默默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。刘宋呢？你先忙吧。嗯。俗话说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流血流汗不流泪，只是未到伤心处啊。那谁让你屁颠屁颠的跟着别人，跑去谁幺幺？这下好了吧？受刺激了，死了心了吧？老兵 ，ABC， 老兵，你好。哎，你好啊。哎，你找谁呀？啊，乔二在吗？哦，乔二，乔二，乔二。哎，人呢？刚才还在呢，跑到哪儿去了？哎，同志，你哪个单位的？哦，411的。411的？不是，你是荣宁吧？是。哟，你们这一仗啊，打得太漂亮了，解恨。来来来，你先坐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等着啊。哎，要不晚上你在这吃饭。多事，不用了，我就顺道过来看看他，还要赶快上锁。我还说，让你跟我聊聊那一天精彩的场面呢。下次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老兵，你是藏族兵吗？我是康巴藏族。啊，我问一下，那个拿囊那嘎地是什么意思？哎，看样子我们藏家姑娘喜欢上了你。哦。那个拿让了嘎地啊，用这个汉语翻译过来就是我爱你。不会说的是薇薇安吧？
先走了。罗罗，哎，这离哨所还一段路，你注意安全啊。老毕，这段时间就麻烦你多照顾一下乔二。放心吧，我的兵绝对不会就这么趴下。走了。列兵容您，准时返回哨所。好，坐，吃饭吧。荒野烩饭，你做的？少废话，饿了吧？快吃。杨泡馍怎么样了？情绪平复下来了。多美啊！仿佛时间都凝固了。哎，老猫，你说独臂这会儿在干嘛？吃饭还是听音乐？我猜他一定喜欢贝多芬。在澎湃和激昂中擦拭着他那把黑色的 M500。我认识你妈妈。你认识我妈妈？20年前，那场红色。那名年轻的士兵提着枪，带着满腔的愤怒消失在我的视线，我实在无法阻拦他的那份仇恨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我妈日记里提到的人是老莫。别动，你敢动我就开枪。老莫最牛的地方在于他能克制住内心20年的愤怒，在这坚守。如果当年是我，我不一定能熬过这些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成为像老莫这样的人。你是军人，军人是为国而战，而不是宣泄私恨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逞一时之气和真正的战斗是有区别的。
妈，我似乎已经触碰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人，还有你想让我明白的8848的意义。它不只是曾经的世界第一高度，更是一种生命的高度。它曾经激励着你们驻守在这里，现在就让我接替你们吧。近距离搏杀的利器，还是你手的延伸。来，赐我，快！记住，要死死握住你的刀，用你手上所有的关节和肌肉锁住它，知道吗？来，我告诉你，还必须有灵活的步伐，来躲避和迷惑敌人。在他意想不到的时间、角度和位置，一击致命。来，继续。心脏、肺、肚子、太阳穴、喉咙、小臂、大臂。刀随拳到，互为依仗，披挂架滑，刀借力走。记住，所有这些招式都会让你在15秒以内毙命。左手，对，左右开弓会让你增加一半的成功率。怎么才能做到？忘掉你的右手。微渊，你还生我气呢？你要是还生我气啊，我就和你说说。那你要是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说真的，别人说我什么无所谓，听多了耳朵都生茧了。这人啊，一个人一活法，爱怎么着怎么着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是我心中的女神，是指引我方向的北斗星，是带着我乘风破浪的灯塔。你那么说我，那么打击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得理解我，我毕竟是个爷们儿。你怎么拿鲜豆腐当喂猪啊你？老多，你别打扰我行不行？你闻不出来吗？这豆腐渣都变质了，猪吃了会得肠炎，会拉肚子。你连猪都喂不好，还能干什么啊？我能扛枪戍边，保家卫国。你？我乔二豁出去了。行，你小子还有点脾气。
么不出血啊？是不是得用针啊？不行，用针就太不爷们儿了。天会不会邪死呀？会不会失血过多呀？我得问问葡萄糖。人体血液一般占体重的8%，你有多重啊？我70公斤。哟，身材不错嘛。哎，大姐你就别调戏我了，赶紧的吧，人命关天啊！快快，听好了啊。你呢？有5600毫升的血，80%的血液呢用于日常循环，20%存在于肝脏等其他的器官中。也就是说，你平时身上只有4480毫升的血液在流动，听明白了？行行，咱这样，咱简单点啊，就说相当于几听可乐吧，13-14听。那我写这个怎么也得用1听啊？1听没问题吧？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死不了。一般人献血200毫升，多的还400呢，啊！哎呦，大姐，无限感激，真是伟大的白衣天使。行了行了，你就别贫了啊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团长，怎么了，左左？我恨我自己，无论我怎么练，女军医最深处的内心世界，我一点都体会不到。我给你5天的假，你去他当年巡诊的牧区听一听他的故事。真的？嗯。真的可以再去一次？哎呀，团长，你太好了，好了好了，你太好了，你太好了！我可告诉你啊，这次一定要用心体会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慢点啊，慢点。把水开。在经历了 C11的生死一战后，我整整20年的人生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。我不断地问自己，我的价值是什么？我的追求在哪里？就在我迷茫、徘徊、痛苦绝望的时候，啪，那声枪响惊醒了我。怎么像电影啊？接着念。哦，连长，我刚才念到哪儿了？那一声枪响惊醒了我。我亲爱的战友缓缓倒下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我的眼前一片血红。一个边防战士操着陕北口音在远方呼唤我：来吧，巧儿，来 C11吧。谁让你用陕北话了？
我下定决心去 C11，去传说中的魔鬼哨所。好男儿就应该扛枪戍边，保家卫国。在此，庄重恳切请求连部领导批准我的申请。乔二。坐下。是。你怎么看？连长，这小子平时也没这么正经过啊。虽然说是有点狗血，但是还有动人之处。可是他一走了，那些猪怎么办？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报告连长，为一线哨所输送战斗力，是我们后勤部门的光荣，我全力支持。请连长放心，喂猪不是问题，我保证把猪喂得白白胖胖的，健健康康的，成为真正的核心战斗力。好，就让他去 C11。是。卫兵，决心书我交上去了，你等着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是个真正的男人。这离三院很近，你要不要去看荣宁呀？时间太紧了，还是算了吧。行吧，那走。嗯，走。你坐，奶奶拿酥油茶给你。奶奶啊，昨为了宁医生的事来找你的。哦，为了宁医生来的。我跟你说，奶奶做的酥油茶可好喝了。孩子，你是为了宁医生来的呀？昨晚我还梦到了他呢，他的样子一点都没有变呢。奶奶对宁医生的感情很深，你想知道什么就尽管问，更何况奶奶又这么喜欢你。奶奶，你能给我讲讲当年宁医生的故事吗？好啊。你长得特别像宁小溪，你知道吗？当年的宁医生就像门巴将军，走遍了我们整个牧区，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他都知道，包括次央。注意身体啊！如果不是他发现的早啊，次央活不到今天的。小少爷们，小心啊！路上小心呐！再见。再见，小溪。再见，小溪。再见，你和你的孩子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年轻人家的妈妈，妈妈是个真心人，感动你和你妈妈出去了，用心的家妈妈。子阳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事，就是有点使不上劲儿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没事。子阳，奶奶，来喝碗酥油茶。奶奶，这给我吧。哎，左左呀，奶奶，你还有更多关于宁医生的故事吗？左左，宁小溪就是雪山，宁小溪啊就是雪莲花，他还在这里，
你静下心，就能感受到他。左左，奶奶的意思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宁小溪，你的呢，就得要自己去找。我要去 C11 了，你知道我多舍不得你吗？薇薇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擦身子了，一定给你擦得干干净净的，啊！以后啊，就是老多独自照顾你了，老多这个人啊。有些死板，情感呢有些薄弱，但是他有经验，他对于工作认真负责，把你交给他呀，我还是很放心。哎，老苏，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没什么好收拾的。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就一件。薇薇安，我就把他正式托付给你了。以后每天你一定让他吃饱了喝足了，让他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。还心情愉悦呢？早晨啊，就给他放放音乐，夕阳西下的时候就带他散散步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就陪他说说话。你一定要记住了，在你的心里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知己。虽然有些荒唐，但我还是答应。老杜，够意思。你小子去了C11，可别给我丢脸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让魔鬼大军拜倒在我的脚下。你可别吹了，你写的那些血书啊，我都能背下来了。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像太阳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民族的希望。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！哎，的边疆，向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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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！魔鬼大军，声名显赫呀，早已如雷贯耳，鄙人对阁下的这个敬仰啊，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更如这个。黄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来这里是要把你的灵魂和身体都交给魔鬼，你这个鄙人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什么呀？准备好接受魔鬼的挑战。不就脱层皮吗？挠痒痒，没事。重塑筋骨。筋骨？那不就把我废了吗？差不多。贪生怕死小白羊，废就废吧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
小子，你是怎么上来的？忘了提前通知你了，你得从擎天壁上来，这是规矩。要么走，要么爬上来。加油。快点，还得上来做饭呢。左左，你真的要去阿康那区吗？为了吴导的魂，我一定要去。一路颠簸，你自己要多保重。我会的，梅朵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哼，就这个，有什么难的呀？就这个还想难得走我乔二？想我乔二爷，西山挖过煤，东山见过鬼，长江黄河喝过水，还怕你这个？嗯？哎！这要真端到范座手了，我岂不就成残废了？魔鬼大军实在是太毒了，要做自己做去吧。我真是不敢相信，那么假清高的 A、B、C 都变成现在这样了。卢宁，告诉乔二怎么取水，晚上我想洗个澡。就这地方怎么洗澡啊？行，乔二，快去吧。这取冰刀，这就从擎天壁上来啊。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变态的地方啊？洗吧。
哎，比赛，当着崇拜我吧！哼！What?